挑战 C 标戳地图，戳到哪个省就吃哪个省的美食。爸爸，我要吃烧烤。兄弟们，哪个地方烧烤最有名？那咱俩先买地图去啊，行不？兄弟们，我找了七八个地方了，也没有地图。他们说新华书店有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，去看看。爸爸，电话关门了。咋办啊，兄弟们？爸爸，别放弃。不放弃，继续。爸爸，电话开门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找了，这儿有，兄弟们，跑了好多地方啊，都没买到飞镖。哎，回家想想办法吧。咱直接飞笔，能标记就完事儿了。爸爸，我再装一张吧。好，啥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啥也没有啊，还我投吧。这啥也没有。我还不递你呢。嘿。这个算哪儿啊？这一半在甘肃省，一半在内蒙古省，这我咋吃啊？这个，内蒙跟甘肃牛羊肉少不了，咱今天吃秘制烤羊排，一品烤羊腿，这肥瘦都有啊，看着就有食欲，真香！嘿嘿，一把嘎巴焦脆的肉香味儿迸发出来啦！别老馋我，你吃一个够了是吧？这些就吃不了了，你肯定的，是不是？我喜欢把所有的都给吃了。气死我了。嘎嘎流油啊，香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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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疯了。一品烤羊腿啊，有筋，OK， 那今天这个挑战成功。我是迸发妹，我是迸发哥。